华山基金会历经为独立百会临水雪球月完棒帮伊庆祝生日，由昆山科技大学时尚电影系学生发挥专长，为阿妈装扮并亲手糕点的灯光。现场台南市东区区长严能通甲后家幼稚园的小朋友，是做伙来唱生日快乐歌，陪伴阿妈度过快乐的一天。百会临水雪球月阿妈，上午伫华山基金会昆山科技大学时尚展演室。台南市东区区长李长的陪同，为阿嬷装扮古典的长裙，并由台南市东区区长以及后家幼稚园的小朋友做伙唱生日快乐歌，陪伴阿嬷度过101岁的生日。大家嘛拢健康较少啊！大家拢健康，对啊，对啊，人拢健康。嘿，人人健康，这是第一个吗？嘿。第二个哦，我甲你讲，啊，身体会当上好，会当好上好，嘿，哎，身体会当好上好，对啊。昆山科技大学时尚展演系的学生林佩轩以及杨宇丽非常的欢喜，会当为阿嬷来装扮，美丽的来参加庆生会。很开心，就是可以来服务长辈们这样，然后帮他庆生，然后阿嬷开心的话，我们也很开心。当然是开心的，因为就是很少能参与这种活动，然后又是跟他们一起，就帮阿嬷装扮，因为她100岁很不容易，对啊，是很荣幸的。华山台南东区一站站长柯伟祖表示，已经举办第19届的爱老人的活动。希望为独居的长者带来美好的快乐。基金会在这疫情期间还是不断的服务长辈。那我们在全台已经服务了近3万人长辈。那我们在年节的时候举办这个爱老人爱团圆，已经第19届了。邀请您一起来，让我们跟我们一起陪老人、爱老人。另外，华山基金会会持续陪伴独居的长者，付出更加多的关怀以及爱心，守护长辈。记者陈泽生，东区采访报道。